现在到晚上，它整个颜色变得超级漂亮，是一个紫色。几万个人啊，人山人海都卡好位了，这个在干嘛？就在等游行，都卡通啊，各个夜总会什么的，好像会来这里游行。几万个人山人海在卡位啊。现在很暗哦，因为游行来了哦。夜间游行跟白天差很多的哦，这还是必须得说一下后面那个电子化车，应该是今天一整天里面算是最让人感动的。那个车灯啊，然后还有后面的背景啊，公主是用真人来演的哦，除了其他玩偶你看不到人的，那公主是真人，觉得很用心啊，让你感觉你回到五六岁的时候这样。公主的车过去了，然后很像那个卡通版的电子化车，大家都在挥手。啊，人山人海啊，好像演唱会哦。然后再搭配上那个音乐，就是蛮让人感动的。好了，散场了哈、哦。我们看完了这个电子花车以后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几千个人都要去地铁了，大家也不等一个小时，我八点半还有一个烟火，大家也是想要早点休息吧。雄狮很屌，给我们住两个晚上的那个喜来登，也就是迪士尼配合的啦。所以我现在这里是迪士尼快线，完全没人，不用塞车。